魂老爹，赶电玩。大家好，今天老爹要来把老爹所有的角色装备哦，冲到三星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老爹的装备哦，老爹的装备哦，老爹终于来搞装备了。老爹的装备三星的，然后龙卷也都是三星的。屁孩有差了三件，差了三件，三件没有三星。好，这边差一件，四件。文女差两件，所以总共是差了六件。那么一件呢？一件要六个，所以我们总共差36个身心卡，各位观众。那么老爹现在就要来超级大爆抽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到底要花多少钱才可以抽到36张身心卡？老爹有10万钻哦，十万钻哦，我们不啰嗦，直接快速抽过去。老爹刚刚本来是十万钻整哦，好，第一张，再来，第二张，我们等一下全部抽完之后来看一下身上剩多少钻就知道了。现在两张了，好，抽到碎片，再来，好，三张了，各位观众。再来，第四张，没有问题哦。老爹抽这个，现在钻石这么多，没有在怕哦。全部抽光再来买哦，全部抽光再来买哦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再来，好，一次两张，六张了。好，没有，那就再来，还是没有。哎呀呀，这个钻石喷有点快哦。好，八张了，所以我才说嘛，身上搞一堆钻石啊，就是想乱花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根本撑不了多久哦。好，再来，九张了。我再来，当你看到身上一堆钻石啊，你根本就花起来一点都不心疼啊，会没有节制的乱花啊。好，一次三张，各位观众，十、十一、十二，我们十二张了，继续。哇，十五张了，我靠你个董丁董啊，这么好运啊，十五张再来。十六张，没问题，这次是超级大爆抽哦。十七张，再来，好，没有，十八、十九，最近啊。这个出门啊，记得各位要戴口罩。有一天啊，老爹啊，出门啊，出门在外啊，又两张，二十一张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健保局哦，它有限制，那个口罩只能买几个、哦。好，又一张，现在是二十二张。然后呢，老爹的口罩不见了、哦，现在老爹口嘴巴上哦，只要没有口罩哦，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还好呢，老爹身上哦有女儿的口罩啊，就把它戴了起来啊，一直受到众人的关注啊。各位观众啊，又教你们一招啦，你想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啊，你去戴那个小朋友的口罩啊，大家都会一直看你啊。各位观众啊，那一天赖群我被人家笑翻啊，我在跟大家打字啊，五十、十五、二十，现在二十五张了，我这边赖群打字打一打，打到忘记口罩不知道跑去哪里哦，然后我就在那个群组干掉啊。然后最后我就说，哎呀呀，好险有一张口罩啊，是我女儿的、啊，好戴起来完全没有问题。哎，等一下，然后呢，老爹发现哦，你戴着这个小朋友口罩、哦、在路上走啊，大家都会一直看你啊，非常的有明星的光彩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我们现在二十五张哦，好，二十七张再来，
二十八张。我们已经抽几万钻了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就快速抽。再来，继续。今天我们就是一定要抽到有为止哦。全部都绿色的，我也没在怕、哦，反正我钻石这么多、哦，没有老弟就再买哦。二十九张，再来，三十一张了，各位观众，只差五张了，只差五张了。我们目前花了差不多两万钻了，好，有两张，33张了，最后三张。我怎么觉得这次比较好运啊？各位观众，我怎么觉得这次比较好运啊？好，34张，再来，最后两万。好，35张，最后一张了。还没有。总共花了，目前花了多少？又没有啊！赶快啊，最后一张而已啊，不要闹啦。好，36张到手，我们总共抽了10万变成78000，所以大概花了22000钻，没有问题。我们来看看我们这样战力可以提升多少，全部都装备都3星的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我再升，我又升。我继续升，我疯狂升，各位观众，好，怎么感觉战力没有提升多少啊？好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抽了都抽了，再来。今天抽了22000，我们给他凑个3万钻好了。那么我们来抽深海王核心，各位观众，老爹这个深海王是给他冲到4星的，来。我们今天就来个3万钻大爆抽，各位观众，给我一个深海王核心啊！我是一个超级大 VIP 啊，不要这么小气啊！你不要一整天给我那个偶像核心啊，超烦的、啊。或者研究心得给我多一点啊，我超级缺这个研究心得的、啊，各位观众啊！老爹今天就是来花个超级大傻逼哦，大傻逼哦！我们一次花个3万钻啊，看看能提升多少啊，各位观众。好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抽不到啊，各位观众，都抽不到啊，一个橘色的都不给我啊，剩下73000啊，哎，会太夸张啊，一个都不给啊，还是不给啊，哎，会太夸张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太瞎干了吧，至少给我一个啊。都没有啊，给不给啊你啊，还真的不给啊，快10000啊，10000一个核心都没有，有啊，哎呀呀，天才的、啊、我要深海的、啊、你干嘛、啊、哎呀，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最后一抽，最后一抽啊，总共花了3万钻啊，还是没有抽到深海王的、啊，这个会不会有点太欧啊？会不会太黑啊？这也太难抽了吧！我靠你个东叮咚啊！官方啊，这个深海之魂一直抽不到啊。然后这个研究心得也超难抽啊！你一堆材料，你没有，你却没有这个。没有这个研究心得，你抽再多也没用哦。好，不要再抽这个，抽这个不划算哦。好，不然影片的最后，我把这个券抽一抽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这边真的是有够倒霉啊！谁敢轻举妄动，我就把它烧成灰炭。各位观众，那就是我们的修会婆。哎呀呀，是斗鸡眼啊，不是修灰婆啊。话说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你又不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吗？
修辉婆明明就是 S 级英雄啊，为什么官方叫他是？为什么官方只给他 SR 哦？我也是看不懂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为什么官方给他 SR？ 他应该是 SSR 的吧？所有的英雄角色都是 S 级英雄，都是 SSR 的、啊。为什么修辉婆一个人啊？他只是 SR 的、啊，我也看不懂啊，各位观众、啊。好，这个什么都没有抽到、哦，今天感觉什么都没有变强啊，各位观众、啊。好吧，那么影片的最后啊、哦，我们来个超级大爆抽好了，我们抽一张 SSR 出来，你们说好不好？抽一张就好了，来。给我一张 ，S S R， 给我。ヒーロー、タンクトップブラックホール。哎呀，八字眉啊！不要用你的手指头比着我啊！我按错了，我是要十连抽啊！好来，各位观众，杰西中，我刚刚超倒霉的、啊，给我一张 S S R。哎呀，文少女啊！好，不过她蛮可爱的，没有关系哦。老实说、啊，我觉得抽卡更花钱了、啊。再来，老爹是哟，各位观众啊，原来如此啊！今天总算让我好运一点喽，抽到一张 SSR。哎呀呀，终于啊，各位观众，原来如此是谁啊？原来如此到底是谁啊？我完全没有概念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应该是我们的。屁孩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可惜啊，老爹屁孩五星啊，我屁孩已经五星啊。何それくだらないな。要抽到六星哦，抽到六星很难呢。好，没关系哦，总算感觉有点补强哦。我们今天花了35000钻哦，好像没有变强很多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老爹会持续的。出资下去，只要你们订阅，老爹就很愿意花钱了、哦。你们的订阅是老爹出资的动力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